哎，楼梯有一个，我这边上楼。中间两个，刘鑫，你那俩。还有一个。好了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我这边外面围墙。枪，我操！给我儿子补枪。哎呀，我操！凡凡肯定给你组队，指定行。我他妈，我打了两枪，怎么没中呢？来！直接抓对面。我操你个嘴，牛逼牛逼儿子，这逼把我三枪打爆了，我操，牛不牛逼，打一个围墙，我前面反坡有个一滴血的，前方干你们去了，死了，这是铺架两台车，打个药，停了，给你了吗？在哪？我们这个人？那就在你的房子里。等一下吧，等一下。没来的，厉害吧？右手贴墙好像是。我来。没打。不要个烟吗？哎，好的。好。赶紧。打一个。还有个。你妈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好了。炸倒，石头炸倒了。树后，右边树后，第一棵树近点树。靠右手一点，雪白。哦，这个白的，臭皮娘，兄弟，上下去。倒了，黄标的。走，快上边。要不我们去李六七那儿。不是你妈，不要打我头。操我头，这他妈面团捏的是吗？啊！又打头了，又被打头了！娘妈了个！啊！助攻，我操了！